可以。好，那咱们开抽636颗。那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就是我在文章讲的这件事情，就是呢，我不小心，对，我那天真的是想很想睡觉、哦、我那天真的很想睡觉，然后应该说我很紧张，然后所以睡不太早，所以我本来是要抽这个纪念转蛋，然后呢我没有划清楚，我就看到说什么 3.5 周年，反正我就有点累但紧张又睡不着，所以呢就那个 3.5 周年我就看到了，然后我就点下去，然后爆开的那个瞬间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都是蛋，都是转蛋的，然后突然就爆出了一颗白龙，然后我想说啊，对，就是抽错了，对，这是不小心抽错了，不是我觉得我自己石头太多，我真的不然抽错了，不然我本来连这个卷子都想留到今天抽了，所以我们就已经死去了25颗，好吧，那我们就。来这个 S2 开抽了，不管了，开动开动 ，OK 吧？来啦，算浪费了，就不小心抽掉了。我们有没有机会十抽毕业？我希望可以十抽毕业。白雪公主，谢谢土匪加入我们新会员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来干嘛？哎、欸，爆开，爆开，爆开！哎、欸，怎么又是白铁罗哥？白铁罗哥这个几率真的不行啊，很奇怪，为什么加入会员都没有？没有。啊，怎么又是白铁？不要，白铁不要 ，no， 真的不要白铁，白铁可怕，白铁 no， 拒绝白铁 ，no。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？啊，算了啦。啊，免费的啊，就不小心抽掉了吗？就已经说不小心抽掉了。好了，来，我们继续抽。啊，反正这次唯一原则，西海龙王加上不要你重金就可以了，真的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。有没有看到这三颗？又是三颗。好了，咱们好像有点弱，30抽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嘛！我至少瞬时是大 boss， 这次让我补回来一下下，还算可以。哦、oh, ，真的超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应该是歪的吧？这个，哎呀，好大仙的，大仙的、欸，大仙有点让我有点尴尬、啊。哎、欸、咻，我想一下，我在考虑。三十抽，我在想啊，要不要西海？我在考虑西海要不要抽简爵。算了，我们先抽那个，先抽潘乃德，我们看战机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补西海啊。不然我其实原本是希望西海可以练个舰队吧，就是双西海双东海啊，感觉真的很好玩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来抽这个。来，有没有机会？反正手持都得抽的，都抽，手持都抽。好，咱们手持都先抽。那个手持啊，就哎呀，这是玛丽居里啊。啊，可以啊，玛丽居里之前算 OK， 玛丽居里还可以。今天轮到天虎表演，没有天虎，轻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我们要来全力一拼班奈德了。我们来全力一拼班奈德了。后面旁边三只啊，降临可以，其他都不要，拜托。尤其是你天虎真的拜托，你出来更可怕。No。不要天虎！班奈，潘奈德，我有个同学，我有个朋友，
他也叫潘奶什么，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缘分，我有这个缘分很轻松，都已经认识一个现实，也叫潘奶叉啊，所以一定很好抽，绝对很好抽，没骗你们。关卡在走天不用，不用了。四颗。又是白鼠。为什么？姐，这个，姐，这个，我们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姐，你已经4/5+20了，你已经4/5+10了，你也快追上吕洞宾了，知道吗？6/55哎，不要这样，天虎拜托，哎，免费抽，那我们就顺便抽个免费抽。啊，算了，没有免费抽，我们就另外录一片。天虎满币很好用，可以不要吗？我的木满币已经有五财神了，不太需要天虎，可以吗？哇靠！这个我看小朋友，我们是不是50了？咱们是不是第50冲？第50冲，就进天虎是。不要天虎，潘奶的一只就好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去抽龙王，真的。哇！拜托，这个颗，有彩有机。不，姐，你也是这个红姐姐 ，Mrs. 红，你好像也不太妙。红姐姐也4只啦，红姐姐也是属于我一只鲁鲁碰都没喂的、啊。拜托，潘奶的，你真的很强，潘奶的，你也算是半个人拳脚了，你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，哎、欸、，DC 现在有多少人？我们是不是要保底了？爆开。就是有，对不对？爆开等于出货，对吧？爆开就出货，没错吧？爆开就是出货，对吧？我有点担心啊，我突然想到，我是不是没有降临啊？拜托。有爆有机会。田先生，你好像，田先生 ，Mr. 玉子 ，You。他也是属于我没有用鲁鲁碰的、欸，老田，你6只了，咱们。又要开始挖矿了吗？为什么我每次，我真的觉得啊，为什么我每次抽全球祭典，好像战绩都不太好？哎，不管了，哪有小孩子才不错的，来吧，
来吧来吧来吧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三颗，有爆，有机会，有爆，有机会，有爆，有机会，爆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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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相信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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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你们不相信我，我们是不是？西海不是要抽两只？不行啊，潘乃德，潘乃德比较重要。大人都是抽到的。三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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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颗！求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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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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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！金金。哇哇哇！等下我们几抽了？我们一百了吗？不要再什么天舞啦！不要天舞啦！你们是有毛病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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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爆！哇，这个！咱们希望还是可以，希望潘乃德可以这样。天狐出场，不要天狐，拜托不要，真的不要再天狐。一次一只就好，不要太多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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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潘乃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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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死的好惨。海底捞！天狐就还是没有没有天狐没有天狐，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，有没有看到？嘣嘣嘣嘣嘣！呀，三颗三颗三颗，绝对有啊！三颗绝对有，百分之一百绝对有，稳到不行！真正的海底捞的就是这一颗，爆开 ，biang biang！是啊，不是啊，天舞到底，天舞到底几趴啊？这怎么一回事啊？我看一下，啊不是啊，大家都0.7趴啊，怎么啊怎么天舞？牛肉，牛肉，牛肉，啊！我们先十抽，先十抽，试试水温。我们先十抽四十抽，我只希望可以这十抽毕业，我不想再氪金，来吧，我希望我可以氪金，是为了存实在，而不是为了抽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咱们周期，周期的。还好，感恩官方，赞叹官方，我们还有这个，我们还有这个黑色星期五可以看。哦天哪、啊！希望最后是十抽了。谢谢15S151888，走走，来走起。是不是真的？我也希望啊，我也想要走走屁、啊、可以吧？这个五颗哎、欸，五颗 ，yes， 耶、yeah! ！
啊，不要啦！哦，还好，这次还好啊，160啊，150而已啊，没有很多、啊，150吧，150可以啦，150可以啦，150还行，抱歉了，